看一下。马现在在排一岁，我先警告他不要成为老师。然后后来我也有准备一些苹果让我削辣一下，好吧，那我们来开吃了。第一口哈，红了。是没有味道，辣吗？辣！哎呀，天啊，真的很辣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不要吃啊！好吃吗？刚才把蒜红了，各位观众。好一点了。这么多，酸。